一年一度的流行乐坛盛事是第30届的金曲奖，即将在今天的晚间7点是正式来登场了。而在这之前，也就是大家众所瞩目的星光大道，集结了所有入围歌手跟制作团队，还有就是海内外的重量级的巨星是先后登场。而我们的记者吉瓦斯也在现场为您掌握最新情形，把时间交给吉瓦斯。谢主播，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第30届金曲奖星光大道的红毯现场，而您可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组又一组的入围歌手、制作团队以及颁奖嘉宾都在依序的盛装出席。而其实早在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泰雅族的露露在星光大道上是率先步上红毯，因为今年的颁奖典礼是由他来独挑大梁扛下主持棒，成为历届最年轻的主持人。而等一下的颁奖典礼上将会在开场的时候演出脱口秀，为典礼揭开序幕。而从星光大道现场也可以听见和看见许多的歌迷是不断的举出他们心目中支持的对象的加油牌，试图要为他们来冲高声量。而今年所有的得奖名单即将在今天晚间7点正式揭晓。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吉瓦斯麦跟乌溜在现场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情形。